花堆远游记，将我相救，到在这个所在，训练全新的武艺。虽然我武艺已经练成就了，也毋过我的师傅吼，毋知当时到尾放我下山啊，还阁有我这两位师妹啊，一个多情，一个多义，两个人对我真好啦。啊，毋过这个冤仇未成报，哪有可能谈起女女私情？应爱静下心，认真训练功夫正对啊。